大家好，我是刚哥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伟哥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副作用。伟哥是治疗这个 ED 最主要的药物，长期服用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以下的副作用。第一个就是出现头晕头痛的现象，服用的剂量越大这个越明显，大约有13%的人服用药物后会出现这个头晕头痛的现象。第二个就是出现这个眼滑，眼前有蓝光的现象，这个大概的比例占5%左右，可以出现短暂的视力模糊，还有就是短暂的看到蓝色的东西。第三个就是出现这个晕厥和头晕，它可能是由于血压降低所引起来的。如果说同时还服用这个硝酸甘油的话，会立刻引起来头晕，甚至发生这个晕厥。第四个作用就是可能会导致长时间的勃起，有的甚至连续服用的话还会加重这个 ED 的症状。第五个就是它会掩盖心血管疾病，临床上常见的 ED 患者它有可能是心脏疾病和这个糖尿病，或者是癌症出现的这个先兆症状。服用这个药以后也有可能掩盖真正的病情，在临床上面服用什么药物它都有一定的不良反应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按规定按疗程的去服用药物，不要随意的加大用量，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才不会出现明显的影响。今天的这个话题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请给一个大大的赞，我们下次见。